好不好玩？好玩，好玩不是好玩。哎呦，是好玩，好玩。来讲讲正宗普通话。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，来呀，来呀。我现在，我现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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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爱在，在。你是在，你读的是在，在，现在在学普通话。我现在在，不是在。我现在现在是，我现在在学普通话。刘奶奶喝牛奶，刘奶奶喝牛奶，奶喝牛奶，牛奶奶刘刘刘刘奶奶有刘刘奶奶吗？了有刘刘刘对刘啊刘奶刘奶奶在喝牛奶，在喝。刘奶奶在喝牛奶，确实。还有什么大招？你知道你的说话其实跟我一个四川的朋友说普通话很像。怎么？他也是你这种，就平翘舌不分。他在玩滑板。他在玩滑板。说清楚一点。他在玩滑板。他在学粤语。他在学粤语。Z Z 幺，我喜欢吃。烤叉烧、啊、我喜欢吃烤叉烧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咖啡 coffee 咖啡 coffee 白色运动鞋，白色的运动鞋，白色白色运动鞋，白色运动鞋，运动鞋，对，鞋鞋，白色白色运动鞋。白色的运动鞋，黑色鸭舌帽，黑色鸭舌帽，黑色的鸭舌帽，黑色鸭舌帽，黑色鸭舌帽，白色运动靴，运动鞋，白色运动鞋，黑色鸭舌帽。你看你平翘舌不分。我说一个你觉得很难的，四世同堂，四世同堂，四世同堂，你记得四世同行，同行，四世同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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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四四世同，四世同堂，四世同堂，四世同堂，对吧？四，第一个不用翘舌，四是，第二个要是，是四世同堂，对对对，还有一个很难的，什么？说有十只狮子啊，十只狮子，十只，十四只狮子，十四，十四只狮子，哦，十四只狮子，对，来了。十四只狮子，其中四只身上有狮子。哦，十四只狮子，其中四只身上有狮子。嗯，我讲得很好啊。另外十只，另外十只身上没有狮子，身上没有狮子。那十只没有狮子的狮子，那十只没有狮子的狮子，对，有四只身上有狮子的狮子说，对，身上有四只有狮子的狮子说，严死我了，什么？严死我了，对，来，是严死我了，不是严死我了。好，全部说一下。十四只狮子，其中十只身四只，其中四只身上有狮子，其中十只没身上没有狮子，对，那十只没有身上没有狮子的狮子，对，身上有狮子的狮子说养死我了，对，对啊，对啊，为什么他没有狮子，身上又养呢？因为狮子和那个狮子是不一样的。是吗？一个是 lion， 一个是养的那个狮子。养的狮子？养的，跳蚤，俗称跳蚤。怎么了，艺术家？乒乓王子。今晚再战。今晚再战。昨天打爆了你一双拖鞋。对。说明我还是很重视的。今天再战。希望你能赢啊，今天。啊。我总结了一下昨天。打乒乓球的球法，没错。你喜欢打别人反手？反手哦。但是我这样拿的话，别人打我反手我也能顶。你知道我不太
不太擅长进攻啊，我是防守的，因为我以前是打那个双人的，我是防守多的，我在后面，你盖我球我都能接的，你今晚试试。今晚可能是我们俩最后一次战役了。对，可以，好好享受。是，乒乓。好好享受我们最后一次战役。我将用我精彩的球让你留下永生的回忆。可以。仁科，这不太好。仁科，有底下，咋了？速战速决，快点。好，来。我今天必须要赢他。仁科，哎，来，快点。哦，来，速战速决，对，打完去洗澡。你已经成功的激怒了我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但是你也是个很好的对手，要赢你，也要付出点心血的。我要复仇了，这一次，我要把我失去的全部拿回来。可以。好，正式开始，来。好，正式开始哦。一个。好，1-0，1-0。来。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努力，好好好。好，4-1，给我。12，很好。哇，43，运气运气，这个就是运气。44，又赢了，再来。好，我们换个位置再来。还要不你想在这个也行，都可以。来，现在都可以啊。来。哎呀！好，没了。你赢了。我赢了。打不过，打不过他，打不过他。我想说，其实后天是鹏哥的生日哦，了解，好，懂。要不我们明天真的买一个蛋糕，然后懂，可以啊，好吧，鑫哥，没问题，接起等我来。明天鹏哥生日，明天鹏哥生日，然后我们准备了蛋糕，大家等一下一起对，好啊好，一起去，好。今天我们准备啊，除了蛋糕还要准备什么？他很喜欢牙线，牙线，送他牙线的，超多。他会要叫王大陆过来，或者是全部叫过来啊？对啊，生日还是在一起啊？对，好，就这样。我觉得五点钟，5点钟，他们说5点钟。好。仿佛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抛开。蛋糕差不多，做完这个事情就好了。好吧，我去了解一下。好，等一下哦，稍微离席一下。老师，他去哪里？他去别的组。蛋糕在哪？生日蛋糕。蛋糕下雨。应该在外面开开，他们已经准备，就继续看。我跟你讲，他等下回来的时候，没有他可能看了蛋糕啊。已经看到了吗？对，没事，搞完这个歌才弄吧。OK。但是那个炸什么油条虾是不是啊？黑肠粉。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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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